试图钻刺要精工，精信长通，探景长风。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清朝朱克敬收录的《一剪梅》，将混迹官场玩弄权术的官油子形象勾勒得惟妙惟肖。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可以看出，当今官油子现象仍未绝迹，有的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有的官瘾十足热衷作秀，有的江湖习气歌门义气，有的随波逐流沉迷享受，有的营造人设图谋不轨，有的急功近利钻营取巧。那么潜匿在各领域的官油子都是什么样呢？他们可能觉得我这个人可能很聪明吧。这个被认为很聪明的官油子叫方雄。方雄，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在环保系统工作34年，期间共换过7个岗位，经历了7任厅局长，职位步步高升，岗位个个重要，是同事们口中无所不能的能人。我这个在各个方面有点会八面玲珑吧，特别是和主要领导关系处得比较好，所以不管哪一任领导来，我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使用。方雄有逆道堪称艺术大师，正如其在忏悔书中所写，工作以来我专注于得到领导的认可和青睐，善于察言观色，揣摩领导所思所想，摸清不同领导的脾气性格，对领导安排的事言听计从，竭尽所能，甚至违反纪律和原则也要办好，以体现能力和担当。他善于掌握领导的心思，能够迎合领导，领导想什么他能做什么，领导在上面讲，方雄是环保厅最优秀的干部。方雄善用这些旁门左道，让领导觉得他可信赖可依靠，渐渐成为了领导的得力心腹和离不开手的拐杖，一段时间集人权财权于一身，混得风生水起，还混出不少油水。一些人来看重你的职位，你的权利，想围在你身边，为了以后的升迁啊，围着你转。再一个呢，就是你也迎合自己的一些虚荣心，就是觉得自己在这个位置上了、啊，总的还是有几个好的一些贴心的一些兄弟啊，或者一些在你身边有什么事啊也好办啊，他们有什么事也好求，是吧？自诩情商高、共情能力好的方雄，格外注重自己的群众基础。为巩固自己话语权，方雄经常搞点小聚会，给点小甜头，弄点小关系，送点小关照，拉拢一群人进自己的圈，成自己的人，投自己的票，谋自己的利。比如说你出国了，回来会跟同处使人带点小礼品啊，我每次出去我都跟我同事带些礼品啊，而且带的不少。方雄这个官场出了名的人精，成天把心思用在搞关系拉圈子上，不断给身边人抹油，让他们进圈，久而久之在他的身边形成了吃吃喝喝的饭桌圈，玩玩乐乐的麻将圈，团团火火的环评圈，拉拉扯扯的人事圈。方雄不断从圈中捞油水，进圈的人也跟着沾油水。麻将圈啊，所以轻轻松松就靠这个东西。人家上来汇报工作，非要拖着人家打麻将，我都是被拖进去，你没办法，要么你就不进入那个圈子。方雄也没有让圈中的人失望，他利用主要领导的信任及职务便利，把持着人事安排提名权，优先考虑，优先推荐圈中人。很多在这个圈里面的人，他政治利益上得到了获利，大家说在环保厅要办什么事儿，
要钱，要办人的事儿，要办钱的事儿，离开了冯雄办不了，得走他的路子。八面玲珑的冯雄混得风生水起，一些干部以进冯雄圈为荣，想方设法讨好巴结冯雄，进他的圈子，期盼得到关照。不进圈不入流，周旋在圈子之外的老板也想方设法挤进圈子，建立人脉，谋求财路。这一些企业的一些老板啊，他是跟你接近你，讨好你，今后为他们有什么请托的事情好提供帮助吧。所以从收些烟酒啊，请你吃吃喝喝啊，这样开始的。在担任污控处环评处处长期间，精于权力算计的方雄把吃拿卡要作为捞取油水的伎俩。不知道这些门道的企业老板办事就容易碰一鼻子灰，项目晚开工一天，成本就增加一成，吃尽苦头后才明白其中的道道。只要让方雄捞到油水，一切都好说，事情都好办。一些企业的，只要你符合规定，时限内，只要你的选址啊，各方面技术啊，达到要求都是没问题。但是有些为了快或者减少一些麻烦，他就会给你送点红包啊，催办一下啊，这样的话就无形中你从中就牟利了。反正我规定时间我是要办给你的，你干环保吃环保。方雄利用权力捞油水，做得滴水不漏，无孔不入。第一次嘛，他就吃饭送红包，然后后来嘛，就是他以这个约你去打麻将，打麻将嘛，就是在抽屉里面放点现金在里面，然后就让你去做。我看见了说，哎，你的钱，他说你去拿着玩吧。到后来结束嘛，他也不要。面对权力带来的种种游说，方雄自认为吃点喝点是人之常情。收点小红包小礼品是人家的一点小心意，自己做的不露声色，收得心安理得。只是觉得他办了事，他给他为了感谢你，觉得是合情合理的，他来催办一下，觉得跟他办快一点嘛，他感谢一下，那就感谢一下，反正限额数额也不多。方雄自以为平时利用权力捞点小油水犯不了大错误，顶多是个违纪。然而十余年间，方雄利用职务便利收受85名请托人小红包，累计达350余万元。当时就一想呢，就是因为还是觉得可能这时候也只能算违纪吧，也只能这样想，没想到这个的日积月累就违法了。玩弄权术，拉帮结派，唯利是图。作为官油子的集大成者，潜心钻营官场术的方雄此刻才明白，在八面玲珑的手段、出神入化的伪装、滴水不漏的伎俩，也逃不脱党纪国法的制裁。像方雄这种八面玲珑的油，在企业官油子蓄雷身上也有体现。云南城投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许雷，用国家公共利益去积累人脉、搞前程，为自己仕途铺路，拿贪腐来的资金去输送利益，攀附两任省委书记，建立人脉关系，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利益，导致公司爆雷，成为城投的雷。以前我在台上老在讲这个六不能，不能让一天闲过，不让一事拖拉，不让一样恶习上身，不让一笔沾宽进家，不让一个自己接触过的群众不满，不让一个身边的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惹出闲话。但他翻过来，我自己身边讽刺的是，大谈六不能的罗应光，台上套路化，台下特权化。在担任玉溪市委书记后，
安排市委办工作人员租下面积为1807平方米的四合院，进行豪华装修，让市委接待办为其提供管家保姆服务。我到义西去以后啊，老板解释就多了，看到他们的房子又好，自己呢又觉得老是搬家心里面不舒服，觉得一个市委书记啊享受一点住得好一点是正常的。这个过程中，你像我这个喜欢泡澡，那还搞了一个浴缸啊，还给自己搞了一个活动的这个桑拿室。生活上奢靡腐化，工作上做足表面文章的罗颖光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搞形象工程，政绩观严重扭曲的他还善于弄虚作假，打着学外地经验的旗号大搞视频开工，结果好多项目开工后就停工了。我这一期每年都会喊一个口号，但是没有久久围攻的去抓，就是想造势，想这个做表面文章，想这个轰轰烈烈，但是又不出力，就想出彩。提了口号很香，会也开了，但是呢，这个经济支撑没有，机制不健全，再加上自己盯得不紧不善于发现问题，所以就口号喊得震天响，然后呢，老百姓没得到实惠，甚至老百姓意见很大，很反感，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负面的影响。爱喊口号，爱开会传达，爱搞走秀式调研的罗颖光，喜欢给个人形象上油，下基层调研讲排场，搞警车引导就高达95次，把官场当秀场。习气性的油，套路上的油，被干部群众戏称为罗会长、罗传达、罗调研。每次调研呢，实际上跟实际结合不多，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一些发展的作用不大，自己的没用心。随着问题越来越多呢，成为了一个就是老百姓说的铁杖水上漂。久而久之，罗颖光像进站火车，叫得凶，跑得慢，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喜欢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官瘾十足的罗颖光不仅在工作中、单位里享受众星捧月的感觉，回到家中也依然要过足官瘾。我们经常召开家庭会，同时呢，我们也会形成一个什么家庭会议的秘书长、副秘书长，还发纪要，这些都是非常庸俗的做法。在外面当官，回到家里面还在当官，就那种感觉。回到家，自己还在以领导的架势啊，去把家里面的人这个召集起来，动辄七八十人，或者家庭会，或者生日忌会，然后呢，我呢被两个家厨簇拥在中间，就是真的像大观园里面的家母一样的簇拥在里面，然后呢还叫有引导大家既要当官又要发财。富贵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信奉此观点的罗颖光毫无顾忌地把手中权力用到了极致，为弟弟和七弟牵线、站台、打招呼、结交各种老板，多方捞油。我呢，自己呢，就觉得我的这一边也好，我爱人这边也好，有什么利益啊，有什么事啊、好事啊，都要让七大姑八大姨沾沾边，都有份。正所谓物极必反，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捞油水的罗颖光，终究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己权力欲望太大，三观不正扭曲了，然后呢就慢慢的自己就滑上了这种违纪违法的这个道路上去了。说你千万不能讲，他说
坐牢也不讲，总觉得这个人靠得住。没想到那真正到最后出卖我的还是他。这个万万没想到的官友子，就是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文山。毕业工作几年后的陈文山，曾有过一段停薪留职、外出承包工程的经历，成为当时小有名气的小老板。1990年，他又回到了单位，从一名科技干部一步步成长为建投董事长、党委书记，但一直都有一颗当老板的心。完全把自己当作一个商人，做真正的老板来看待问题。反正你叫老板也好，叫董事长也好，叫老大也好，很少有人叫我陈书记。反正人家叫我陈书记还觉得有点别扭。在担任集团一把手后，面对集团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在身边人的吹捧抹油中，陈文山开始飘了。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功劳，还是这么一个思想，就是说居功自傲吧，啊，自以为是。被不断抹油的陈文山，把上任老板当手足，大将江湖义气，哥们义气，把一把手等同于老大，第一责任成了江湖地位，用江湖规矩等同是非标准。当时啊，在党委书记、董事长那个位置上，自己很风光，自己觉得自己很能干，目空一切，总觉得自己什么事都能摆平，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商人。跟一些私人老板在一起，和一些下属在一起，找工程、干工程。陈文山所说的这帮人，既有私人老板，也有亲信下属，经常裹脚在一起称兄道弟，吃吃喝喝，他俨然成为江湖老大，享受着其中的快乐，变成了一个习惯，变成了一个爱好一样。有时候今天不吃不喝回家吃饭，好像觉得他跟什么东西一样，好像今天班没有上完一样，就是看着大家吃吃喝喝闹一头回家了，哎，舒舒服服的了。久而久之，被兄弟情谊蒙蔽心智的陈文山，把原本干干净净的政商关系异化为深信不疑的至交关系、哥们关系，把外面的这些老板当作铁杆兄弟了嘛，比亲人还亲嘛。有时候家里人叫我干什么事，我还有什么？就是他叫我都是百依百顺嘛。但我叫他也是，他也是这样子啊，完全是兄弟情啊，亲如家，比亲兄弟还亲啊。大家在一起时间长了，默契了。有时候他说我要找煤矿工程，你能不能跟打个招呼，说个情？我觉得这个事情顺理成章的事。你看他对我那么好，我帮他说句话，打个招呼，有什么问题找到来，自己还很理直气壮的，大胆的，哎，这个项目这家队伍不错，你们支持他，关心他。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则成了他用公权力关照小弟的哥们义气关系。凭义气，凭个人好恶，跟自己走得近的、有利益关系的，定为亲兄弟，百般夫妇，百般照顾。在一路走来，我都是全力的支持他们，关心他们，完全就是梁山好汉，江湖义气。我要什么他们买什么，我要办什么他们帮我办什么，陪我吃陪我玩，让我开心，让我愉快。干了他们有什么为难事，有什么问题，把他们处理好，他们又过得舒舒坦坦的。可悲的是，满身江湖义气的官友子陈文山，成天沉浸于兄弟情谊，而不知危险环伺。逢年过节啊，还想收收些下属的礼金，反正逢来必送，逢送必收。弟兄们就说：“哎呀，董事长，我给你准备了点经营费，换个说法，自己心里面舒舒坦坦的，心安理得的把它收下。”面对组织的调查，他自信地认为，收受的钱物都是来自情同手足的老板和兄弟般的下属，自己在工程上、仕途上帮了他们的忙，老板都发了财，有了钱，下属的职务也提拔调整了，他们都如愿以偿，绝对不会出卖自己。实际上，陈文山心中认为牢不可破的江湖义气的兄弟情，只不过是一吹就破的油水情。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建立在相互利用、建立在钱钱交换利益的基础上的。最容易违逆自己的人，都是时常转悠在自己身边的人，千万不能相信他们的一些承诺，自以为是，用潜规则代替法律法规，这是我最深刻的教训。九局文化是那么一个状况，比如说我要拉笔存款，我不请吃饭我拉不到存款的，即使请吃饭，人家可能是一杯酒是多少钱。杨小平，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原党委书记、行长。长期在金融系统工作的杨小平也没能逃脱庸俗酒局文化的影响。我就是酒精过敏，你就得有些东西了嘛，你就得融入，所以是这种情况下自己不知不觉地融入进去。为了维系关系，进入领导的视野，杨小平不再抗拒，逐步出入各种宴请活动，慢慢地适应了庸俗的酒局文化。从反感酒局到欣然接受，从酒精过敏到酒后潇洒谈吐，一步步成为随波逐流的酒局文化游圈中的一员。在推杯换盏中，看到别人怡然自得的捞油、走俏、吃香，杨小平内心也想沾点油荤的欲望开始蠢蠢欲动。心里面都明白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心里面是明白的，但思想是复杂的，自己丢掉了这一个立场，丢掉了这一个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的决心。沾油色变，居油后的杨小平从油圈外游进了油圈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油，油成了一种习惯。心里明白但思想复杂。那么你收红包也是这种，拿着红包的时候心里是很明白的，这个是我的监管对象，是我的服务对象，是我的这个权利范围，在我的权利范围内我是不能够收人家的红包的，这个思想的就纠结是有的。转过来自身呢也有内心也有一些贪欲的，一旦收了红包，心里面就逐步的就安稳了，也就不怕了，也就没有了对制度的敬畏了，对法纪的敬畏了，那么逐步的他就形成了一种习惯。掩耳盗铃的杨小平给自己定了捞油三原则：系统外的红包要慎收，20000元以下红包可以收，大额现金要慎收，每年向纪检部门上缴一定数额红包。对法纪有没有敬畏？有敬畏吗？但是呢，自己思想又是贪婪的吗？我只收系统了吗？我只收这个小额嘛，然后呢我每年上缴一部分嘛，那么呢这种呢就是说能够控制风险嘛，分散风险嘛，防范风险嘛。一旦尝到了油水的甜头，贪婪的欲望就难以打住，然而贪婪的尽头是毁灭。在酒局饭局的麻痹中，在所谓不拘小节、理清仁义重的自我麻痹中，杨小平的风险防范意识被冲淡消解，胆子越发的大了起来，开始混迹于美酒佳肴之间，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正如他在忏悔书中写道，有一段时间喜欢和别人在外吃喝，与商人老板混在一起，不论是打高尔夫、洗桑拿还是打麻将，渐渐地养成了低俗庸俗的生活情趣。在牌桌上来消耗自己嘛，消耗时间嘛，这种循环着落以后呢，带来的就是我自身是像个病人似的，思想上有病，身体上有病。游到病态后，在临近退休的失落与失衡中，杨小平宁愿扮演在钢丝绳上跳舞的人。自身的这个岁数在到老，那么有一些贪念，临近退休，这个是一个失衡。第二个失衡是对自己
没有信心了。我这相处的朋友都是奔着权力来，而没有一个真心，所以我想试试，所以也有这个因素。杨小平最终的结局，一起滑倒在油水中，落幕。我平时给家人也好，给同事也好，包括领导也好，我始终的还是树立一个清正廉洁的形象的。这个说话温言温语的人，就是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段文全。在下属的眼中，他所有的衬衣跟裤子都熨得笔直，皮鞋干净，发型持重，头可断，发型不可乱，举手投足都是清新儒雅的形象。注重生活品味的他，不惜挥霍浪费公共财产，在单位办公区域安装使用84部香氛系统，只为保持办公环境的芳香宜人。也正是因为段文全伪装出温文儒雅、光鲜亮丽的总裁外表，迷惑了不少人，可谓一路走一路游，游出了自己人格撕裂的双面人生。2008年，36岁的段文全已经是一名处级干部，担任省电投公司董事长，在工作中得罪领导，屡屡受挫时，想到了制衡之术。当时的对我来说，作为下级，又在这么一个矛盾过程中前如何自保？只有更大的权力才能制约权。深谙官场潜规则的段文全攀附上了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白恩培妻子张慧清仅用一个电话就把段文全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这让他尝到了与权力结交的甜头。2009年，迷信权力的段文全又通过政治掮客苏洪波钻进了秦光荣的圈子。2012年，经秦光荣安排，段文全上位省能投集团一把手，如愿当上能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后，段文全的权力观发生了异变。我就想把这么一个组织交给我主建级的企业，把它发展成一个世界500强的企业。为实现自己所谓的抱负，获得更大的权力，常以云南能投缔造者自居的段文全，上政治资本的油，抹套路的油，开公家的油，肥自己的膘，开始了一系列操作，把自己包装成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能人，打造人设，博得名声。自己当时确确实实对他是一种崇拜迷恋，认贼作父一般的，真的是无以复加。因为我热爱这个事业，热爱这个企业，也热爱这个行业，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世界500强的掌门人，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然而，慷慨激昂说辞的背后却是私心作祟。正如其下属的评价，没有政治利益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去做的。段文全自诩找到了做大企业的捷径，一心做大求快，追求用华丽的数字装裱企业门面，在经营上脱离主业，采用空单贸易、大肆并表的手段为报表注水，揠苗助长虚增营收数额，一心想用虚假的利润和营收捞取政治油水。老鼠管仓，越管越光，段文全的所作所为造成巨额国资难以收回，真可谓是被油蒙住了心。激进的融资，激进的投资，激进的快速的合作和对外发展，为了自己的政绩观，拉国有企业的资金资产去冒风险去试错，代价呢也是惨痛的。面子清新，里子油腻，段文全看似洁身自好，两袖清风，作风正派，实际上大到海外房产敢收，小到手机电脑他都好意思开口索要，挑到篮里便是菜，一副贪得无厌的伪君子面孔。我不贪钱，可是我贪了，我曾经一直都在树立自己
不太的形象。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再想接下来除非伤筋动骨扒皮。面对组织犹无以地道心里的段文权，不得不停止自己自作聪明的表演，直面自己的假面和虚伪。我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在善良正直奋进中间的我，和我内心深处丑恶贪婪的我一直在斗争，所以我的错误呢，也体现了我的两面性，虚伪性和两面性。2021年12月28日，时任西双版纳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傅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接受审查调查，他的落马令人唏嘘不已。违纪违法的问题就是那个灰犀牛，平常你没有发觉它的存在，你真真真一看见的话，它已经冲到你面前来，就是那么大，你无法躲闪的。27岁提拔为正科级干部，在多个重要岗位上任过职，39岁提拔成为县委书记。作为迅速成长起来的年轻领导干部，傅希忘记了组织的教育培养，在仕途上却还天天想着走捷径，可以摸索出快餐式有路，升迁法宝。工作上的话呢，我觉得有投机取巧的一个心理，一个中心三个着力。一心想着快速升迁的傅希，多年来处心积虑总结出了一套升迁法宝，就是他口中的一个中心三个着力。平时干工作，傅希总是一心想着如何引起领导的注意，赢得领导的认可。为了表现出自己能力强，勤奋工作，政绩突出，他总是善于抓住领导调研和检查工作等各种时机表现自己，千方百计引起领导的注意，并留下好印象，得到领导的肯定和认可。第一条，你不是随时都能有很多机会可以见得到领导，唯一可以正式见得着的其实就是领导的下面视察和调研。为在调研中引起领导的重视和注意，傅希在汇报准备上花足了功夫，每一个字每一张图我都要亲自挑，包括图表，我肯花大量的时间在这个汇报的准备上。我给领导汇报不是说是照着展板去读，我就指着几张图和表，能把全部内容能把它这个能汇报完。所以这样下来以后的话呢，领导就觉得，哎，这个人基层情况非常熟悉。此外，在政绩的取得方面，傅希也有着不一样的取巧心得。就是显迹的问题，就是希望别人看得到和夸奖的这样的政绩官，其实就也是其实那几个，就是希望包装，希望宣传，希望把它能把它做到，然后的话呢能得到不断的升迁和提拔，能得到外界不断的肯定和认可。傅希还善于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善干事、能干事、肯干事、政绩突出的能人，在总结宣传和包装自己上下足了功夫。他平时不是把心思用在踏踏实实干工作上，而是成天琢磨领导在关心什么、关注什么。为了宣传自己的政绩，迎合领导关心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工作，组织拍摄电视宣传片，制作宣传画册呈送给领导。傅希还善于利用外出学习、考察等各种时机宣传自己的政绩，以期得到广泛的肯定和认可，铺就快速升迁之路。他一心谋官的油滑表露无遗。只要你出成绩，领导都看得见，都会这个用你。所以太多的精力就花在怎么样提拔升迁，怎么样出政绩，怎么样能让更多的人夸奖我，放在这个地方了，就忽视了技法的问题。试图快速升迁的傅希自认为得益于自己总结的快餐式升迁法宝，对其更加痴迷和投入。
成为县区一把手后，他继续急功近利谋政绩，投机取巧搞迎合，开始自以为是，自我膨胀。急功近利的为了出政绩，急功近利的为了把事情做完，就对一些行政工作的一些规章制度漠视它，逾越它，打擦边球，搞变通。就比如说上边的经济调控政策行政规章下来，我第一时间想的不是去想怎么样去贯彻它，而是去想能不能打擦边球，能不能这个搞搞变通。为了升迁，傅熙一边搞虚假政绩，一边不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搞腐败。面对所谓商人朋友的糖衣炮弹，在贪欲面前慢慢败下阵来，渐渐的开始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整改上，他选择了把屁股坐在了老板那一边，纵容对方虚假整改，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最终傅熙也为自己的贪腐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生活中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官油子不止这些，他们虽游得很隐蔽，但身边人都能看清楚看明白。官位不大，脾气不小，对上阿谀奉承，总是一副很忙碌的样子，对下颐指气使，大事干不了，小事不屑干。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当好好先生，只栽花不栽刺，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干工作挑肥拣瘦，打太极，踢踢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习惯不想管，常说不好管，比起工作更擅长品茶品酒。官油子带来的危害有哪些？破解之道又在哪里？贪官不是一直变成的，然后呢，油水也多的地方路也滑，也容易出问题。上梁不正下梁歪，带出这个集团这个风气，就是迎来送往，吃吃喝喝，团团伙伙。雁过鲍毛，就是给了好处我就给他办，不给好处我慢慢办。人一旦轻飘起来，那么呢就认为什么都是自己能干嘛，屁股下的位置是我来挣来的嘛，这种思想呢就会放任了权力。存在一些啊圈子文化，包括一些啊山头出现，不要再有我这样可悲可恨又可叹同时又愚蠢至极的人生错误再次发生。大家都为利益，很多人政治上没前途，他就从钱上该捞的就捞掉，吃吃喝喝在厅里面拉各种各样的关系，他后面就变成整天想着怎么哪里有什么好玩的。官油子现形记下集，敬请关注。